现在呢，要上台演出的是来自我们四高的淮恩幼稚园。淮恩幼稚园有我们的廖中文园长，还有我们的桂英园长妈妈，啊，带着我们也是一样哦，50位可爱的小朋友们来为我们做最精彩的表演。麻烦恒春的乡亲们，请给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他们。我们这一次2020的跨年祈福的一个感恩晚会，然后也包括我们自己108学年第二学期的平南社区大学的期末成果展，我们在西门广场，真的很高兴我们又回到了西门广场，在西门广场为大家做最好的一个呈现，然后也希望我们的乡亲们共享我们的荣耀，共享我们的学习成果，还有共享我们的喜悦。那这样的喜悦是要与大家一起分享的。来，我们再一次热烈掌声欢迎我们淮恩的幼稚园的小朋友的演出。
boom, like a boom, boom, like a boom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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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ike a boom.我们的热情的爸爸妈妈